炎热的天气又想来一碗面粉糕，该去哪里呢？就这里吧，试试这一间老妈子面馆。在有冷气的环境下，这里的价钱算公道。待会儿试了才知道。浓郁的奶茶味，不错。粉稍微厚，分量很少，下次要 order 大的才行了。感谢收看。